台南南区区公所和台南市土城圣母木球协会合作，在安西公园办理110年台南市市长杯木球锦标赛。台南市市长委托特别到场，和参赛队伍选手以及现场佚佗的小朋友互动，并亲自下场和民众做伙体验拍木球的乐趣，为参赛队伍加油打气。一透早13组来自台南市以及其他县市地区的队伍聚集。举行台南市市长杯木球锦标赛，台南市市长吴伟铁也特别到场为比赛开幕，甲参赛队伍选手以及现场佚佗的小朋友互动，亲自落场甲民众做伙体验拍木球的乐趣，也为参赛队伍加油打气。很高兴大家来到市长杯木球比赛，木球锦标赛啊。大家都很辛苦哦，从8点就开始打第一场了，今嘛9点，吼、哦，9点话要连咪开播开结束，哦，特别阁继续拍第二场，哦，基本上咱今日13队拢是劲旅，吼、哦，这个万中选一的，吼、哦，大家非常啊感谢。吴伟铁现场也借机会提醒民众持续落实防疫的工作，以应应可能来临的。后一波疫情的高峰，市长吴伟铁表示，会当来拍追加剂的朋友，一定要记得来施打，以维持免疫力。大家共同努力控制疫情，才会当无烦恼的进行各式的活动。下一波的 BA.5 搁要开始啊！你搁住嘞，搁起来，啊，拄好冻掉，好挡住了 BA.5 哈啊！所以符合资格的好朋友，好赶快去打。啊，第4季啊，我嘛符合打第4季，我嘛组啊，吼，所以吼，希望大家好能够努力把这个疫情挡下来，安尼咱就吼，才会当有更正常的生活。台南市政府体育局会持续推广全民运动的风气，希望借由举办赛事，和台南更加多爱好木球的球友互相交流。也来大力来推广木球的运动，和更加多台南市的市民做伙动起来。记者陈嘉欣，安南区采访报道。